拥有32亿。对啊，妈妈补什么补？青木瓜炖排骨。诶，有用吗？很有用，真的很有用。有用，真的吗？其实还有比那个更有用，也是用青木瓜。真的吗？怎么做？你就两颗直接塞进去。这样会不舒服啦，假的啦，对不对？哈，冬之后可能发育的比较好一点，之后跑步的时候，别人都会盯着我看，我不太喜欢。小时候口才之间可能发育还没那么好，所以可能大家眼光会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嗯，就是喜欢穿比基尼，然后那时候去玩那个香蕉船，然后掉下去的时候，整个飞起来，然后变格格，一秒就变格格，没有，它那个断掉，而且我已经买很好的那就是泳衣了，可是有那照片吗？有那照片有留言。知道状况了，哪来的时间拍啊？伴有曝光吗？对啊，你赶快海里面抓两只苍蝇。不好意思，胸贴了，胸贴了。一次跟喜欢的人吃饭，却不小心让他发现你身材很好。那一次真的还蛮糗的，因为那时候我们一起去吃饭的时候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哦，要拿一下就是卫生纸，结果一站起来拿，然后水就撞到，然后我还想说。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你坐下来就好，你坐下来就好。哦、我一坐下来，盘子就被飞起来，超糗的，超糗的。哦，你拿东西就撞到那个杯子，坐下来就撞到盘子，然后盘子，然后站起来锅子就掀掉了，转身还打到了隔壁桌。哇塞，好可怕！哇，好可怕！餐厅都被拆掉，你果然是人间凶器。超糗的，然后就以后不太敢动，就坐着坐好好的。哦，了解。好好好。真糗。那胸部大的困扰有吗？有困扰吗？就是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吃爆米花，然后又撞到。手拿不到爆米花，不要，好尴尬。爆米花不用手拿，就直接放着就好了。哦，对，就是吃的时候掉进去，然后找不到。啊，哦，哎，现在的女生讲话越来都越夸张。对啊，这就是可能回到家，因为不可能在那边掏吧，就是回到家洗澡的时候，哎，有在这里，对。还可以再吃，拿起来再吃啊！天哪，太吃了，还吃。